为着要迎接母亲节，台南市议会甲台南市政府斗阵举办感恩助会前夕的活动。今日伫台南市议会公布活动内容，邀请到市民朋友带着妈妈来到议会广场看表演，甲母亲来一场特别约会。吉米曼红林乐团优美的音乐，伫台南市议会大厅的精彩表演，这是台南市议会和台南市政府作为举办庆祝母亲节活动感恩助会前。带着这铺了会当好。所有全台南市的市民啊，认识到这所有在咱台南市啊，不论是咧啊乐团也好，啊整个的团体也好，画家也好，都有一个留下美好的回忆啊。更重要的是啊，推展整个台南市议会在这几年啊亲民的一个活动，将整个的地方奉献给所有台南市民。在去年首次举办感恩助会前夕的活动，受到市民真大的回响。今年在厝推出系列活动，有音乐会、艺文展览、康素食市集，就是要给天下上伟大的母亲一个特别的节日。那当然，去年的节目跟今年的节目有点小更动，但是，对于妈妈的这个崇敬之意，都是一样的。活动从4月23日开始，一连串3个礼拜，邀请竹仔高中、英林高中、康武道生活舞蹈教室以及吉米曼托林乐团 A 团演出，另外也伫议会大厅安排个文展览，邀请市民朋友带着妈妈做伙来看表演，欢度母亲节。记者苏英和市会采访报道。